大家好，我是小爽。哎呀，你们有没有跟工作中的小伙伴处成了闺蜜？说实话啊，暂停闲待了，办公室里边小朋友小伙伴都特别特别好，然后跟着一改改了好几年了。说句不是了吧，还都是这一次要有一个小伙伴也回家了，有的不改了，因为啥哈，那都说这是个好地儿，来一个怀孕一个，来一个怀孕一个，玲子也怀孕了，我你看现在也怀孕一个，她还没快要走啊，有结了。然后你一个位置连续怀孕三个人，哎，四个了啊，四个了啊，对，四个了，嗯，确实，啊，然后嘞，这个岗位换的真勤，对，你看都是怀孕走了，你看别说都是，然后他们这边走的时候还有点不慎了，然后，哎呀，这说来说去哈，来一块儿时间不短了，大概么好几年了，对，对吧？然后他们也是上有老下小，也出不去，所以哎，在家里边工作，回家哎能照顾小弟儿，是不是？孩子上有我，也不舍得离开。今天不说其他了，带他们几个去聚个餐，然后最后这一天，呵呵，对不对？要开心的度过，走，呵呵，出吧。太美，他们都到了，都特别的挤。这真是上班一个月，下班一个月。你看每天一下班都是精神姐妹，都回到家补了个妆，一人聚餐。今天临时去啊，对，临时去。那啥也别说了，提前下班一个小时回家化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对，赶紧入座。入完座了，第一件事都是点菜哈。点菜。对。想点啥点啥，今儿全场五工资买单。对，夸我！哎，谢谢！哎，一会儿咱 happy， 一会儿唱歌你们都。我一会儿检查检查有没有预兆式哈，别都点素食。减肥，不是。来吧。一会儿该吃该喝喝。今个人啥事儿别往心里等。嗯，真香。人有人看啊。你是首先啊，你带他们几个泡了，几个老了，那也领班了啊。来，这个人干啊，娇娇领了两瓶，来，兄弟，没喝酒，娇娇喝酒的是娇姐。娇姐说话啊，然后你这边就是你敬的师傅了啊，来了以后那师傅带你不容易，咱们不能穿。结束时了，好好吧，唱你几个人喝了得劲，妈呀呀！嗯，下午了吧？下午了。哎呀！这是白手大侠，可以为那俩身怀六甲，然后准备来了，吃吧。哎呀！来来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来吧，哥们，别来一个，我别来了，就来一个啊！来，好好好，辛苦你俩了啊！这下午赶紧吃，两分钟之内不转啊！不是。